被人走掉了，所以他们死心。你们看金刚在众里面，没有让我读清楚，我一看之后比较。金刚在哪里？金刚是在哪里？哎，还有洞里面。对，那些。刚刚倒的吗？这个是那些。他可能就是喝水还是什么？干的。好近。我跟你讲，南卷，我有时候这边有一个飞来，我是听到他在叫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还可以。你就同一个，同一个。那只大只的躲在那里吃东西。哎，在打架了！你看，这挣脱了，这挣脱了。哇，跑掉了。真的，多看一下，他们欧美，以前常看到葡萄牙人，现在翻译很多事情，因为有时候他们要特别跟我讲，太远了，反正东北亚欧美，而且对他们来说，他可能觉得语言不通，就是贵。礼拜四有。好啊，那么这边一锅都是小鸡的。哇，这一锅，一锅。在里面。这个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他不准爱吃小鸡，嘴巴掉的东西，像油。而且你在里面睡觉。金刚。好了吗？走了。看起来人就还走。哎，对呀。你尤其夏天的去。你想夏天讲话的时候。里面的是多少？